本节目热烈欢迎各位观众之余，再次警告各位，唔好有期望，唔好有要求，最紧要唔好叫回水。以下系英文翻译。Ladies and gentlemen, if you can understand English, only sorry. 各位老细，一派胡言，百嘴莫辩，千夫所指，万众期待，黄子华栋笃笑，现在开始。得唔得？好得咧，离远睇系几得噶。OK， 所以唔好上台嚟强吻我。OK， 因为我惊你上到台近睇咁噶咋，走翻落去好hurt噶吓，小心啊吓。点解我叫栋笃笑霸王啊？喺我个场馆好自由嘅，我系支持同性恋。Yes, I love you too. 還有什麼表示？好歡好歡迎好歡迎好歡迎大家嚇，日日都有人嗌我除褲添㗎，你知唔知啊？今日算係好斯文㗎啦。不過通常嗌除褲嗰啲，你我有除嘅，淨係要咗我條褲，又係好hurt。今日好多朋友嚟，是因为今日嘅题目系叫做儿童不宜，系咪啊？下手掌有边啲人系咁嚟？对唔住，我会令你哋失望，因为今日呢个 show 真系叫做儿童不宜嘅原因，主要因为佢系一个非常学术性嘅 show。今日其实我会同大家讨论嘅主题系唔适合儿童嘅，因为系呢个量子嘅力学。讲笑啫吓，系讲生物学今日。今日我会介绍大家认识一条非常危险嘅链，呢条链叫做食物链，喺周生生系买唔到啊。OK， 麦当劳有得卖，我谂其实大家都知道咩叫食物链噶啦吓。我哋呢个地球就系一条食物链，所有嘅生物都喺呢条链嘅里面，链嘅下层就俾链嘅上层食，一层一层咁样链上去嘅啊，食物链。咁但系乜嘢食乜嘢咧？是非常複雜，好彩我哋有生物學嘅權威鬥壽棋。拍手掌呢啲人係有識之士嚇，你唔知鬥壽棋係乜？你係冇知識。鬥壽棋係差啲攞咗1982年嘅諾貝爾獎嘅，不過當年好可惜係輸咗俾飛行棋嘅。大家知道 OK， 鬥壽棋話俾我哋聽。食物链是怎样安排的？食物链的最低层就是老鼠， OK， 老鼠之下是没有第二动物的。你见到什么小强啊，那些不是动物，那些是植物， OK， 老鼠是被猫吃， OK， 然后呢狗又吃猫， OK， 所以我们赞成大家是猫狗一起养的。就是你哪天不记得买狗粮，不紧要啊，有只猫猫啊， OK， 跟住豹是吃狗，老虎是吃豹，而狮子是吃老虎，最后大笨象就吃狮子。是没错，大笨象是吃狮子的吓，你不知道啊？你现在明白大笨象那两只牙是要来做什么？叉着狮子啊 ，barbecue 啊，个象鼻要来做什么？茶蜜糖啊。OK， 咁大家知道动物界的食物链是怎样？跟住落嚟，我哋讲下人类又有人类嘅食物链噶嘛？人类嘅食物链咧系简单好多啦，只系分为三层嘅啫。最底层系无产，中层系中产，顶层冚家产，系绝无不敬嘅成分。因为呢啲顶层嘅人物真系佢全家
唔係田產、房產就係地產，真係名副其實，冚家都係產。所以有時我哋叫冚家產做乜嘢？冚家富貴啊！唔係我發明啊，佢哋真係非常富貴，因為大家知道嚇、啊。根據一個統計，各位，全世界最有錢嗰三個人嘅財富加起嚟，係等於全世界最窮嗰48個國家加起嚟。犀利啊！即係佢哋每人係擁有16個國家，你死係份身家，佢哋死份國家。你聽過富可敵國，佢哋唔係，佢哋係富可敵國，係咪啊？呢啲咪叫識英文啊！咁當然啦，好心嗰啲咧，佢喺死嘅時候將個國家捐咗出嚟俾啲慈善機構，譬如佢可以將愛塞俄比亞捐咗俾書明會。咁書明會應該點做呢？我原本係捐開錢俾愛塞俄比亞，而家我擁有愛塞俄比亞，我捐錢俾你，即係等於捐錢俾自己，好複雜嘅問題。所以大家明白點解啲有錢佬一分身家咧，啲家人會發癲嘅，好多時候係嘛？書明會都發癲，但係好彩。有錢人並唔係好多嘅啫，究竟有幾多呢？大家知唔知道義大利有個經濟學家叫做帕雷托 Palermo 發現咗一個嘅社會嘅現象，就係話好多時喺個社會裏面，譬如我哋呢個場館係一個社會 ，OK， 有80%嘅財富係集中喺其中20% 嘅人嘅手上，即係全場咁多人嘅財富，主要其實係喺呢一格嘅人嘅手上。其實我係唔使理佢哋嘅，各位老細，我淨係同你哋傾已經得㗎啦。咁而再有一個研究顯示咧，呢20%嘅人裏面，佢哋其中一半人嘅財富就係集中喺其中佢哋5% 嘅人裏面，即係20%嘅5%，就即係全場嘅1%。全個社會大部分嘅財富好多時係集中喺1% 嘅人嘅手中，咁即係證明咗。大部分嘅社會都係一個為人民服務嘅社會，主要就係為呢1% 嘅人民服務。OK， 而我哋大部分嘅人都係偉人，甚至比偉人更加偉大，因為偉人係一個人服務好多人，而我哋好多時係好多人服務好少人。你諗下邊個偉大啲？最緊要係邊個得到嘅服務質素好啲？你入去一間按摩院，一個攣100個。有乜人啊？而家你入嚟呢一间，你唔系起双飞，你唔系起四飞，你系100飞，每3个技师只能够分配到你1只手指尾，爽啊！我个朋友阿明就系明白呢个做人就系为咗服务1% 嘅道理。佢唔单止要服务1%，佢直情要喺1% 里面拣1个人出嚟为佢服务。佢要为阿成哥服务，李嘉诚先生。我老友阿明为了服务阿成哥特登搬去黄埔住，大家知道黄埔是阿成哥的，他很感激阿成哥，他觉得成哥很关照他，因为斋口黄埔供楼已经够他玩一世了，他说他现在还是供最便宜那些，即是如果他要供最贵那些，他说只能够他玩轮回几世的、啊、阎罗王问你为什么要给你投胎啊，我等老未供完、啊、他要买的佢去百佳，阿成哥嘅 ，OK， 佢特別欣賞百佳呢個名字，佢認為阿成哥改名改得好好，即係咁大間鋪頭，成千上萬嘅貨物，得100樣嘢係佳，啊呢啲咪叫謙虛咯。佢要用電話，和記電訊，阿成哥咧，係咪？佢特別欣賞咧，就係因為你喺黃埔住最大好處係咩？你好容易知道邊啲係自己有。即係如果你唔係阿成哥嘅人，你嘅電話係收唔清啊，得半格，係咪？對阿明嚟講，佢話香港其實就係李嘉誠，係李家嘅城 ，The City of the Lee Family。佢嘅口頭禪就係仲差一個字，仲差一個字，差一個咩嘢字？香港特別行政區 HKSAR，Hong Kong Special Administrative Region。講得幾好，今日
但是大家想象下呢、這个 HKSAR， 如果个 H 可以变咗做 L， 就会变成系乜嘢 ？LKS Location Administrative Region。但系唔系人人识得好似阿明啊，咁要服务有钱佬，有啲人会批评有钱佬。但大家知道，基本上所有批评有钱人嘅人背后只系得一个原因，就系佢唔系有钱人。嗱，我以前个老细唔同，我以前老细阿森哥，佢嘅目标都系要做李嘉诚。OK， 阿森哥个机构都几大，嗰阵时都有连埋我在内啊，差唔多成300个员工。佢好鍾意呢，耐唔鍾呢就同我哋开一次员工大会嘅，即係好似大家坐晒喺度，然后就问大家一个问题，在座有边位认为自己做得好嘅请你举举手、啊、通常我哋就好似你哋咁样、啊、好静嘅，我系举手。咁阿森哥系咪觉得我哋会有人会举手呢？我话森哥都知道冇人会举手，咁点解阿森哥叫人举手？佢想我哋觉得惭愧。几百人有边个觉得自己做得好噶？举一举手，一个人都冇。我问你哋惭唔惭愧？即系老板真系好天真嘅人吓，即系佢唔明白我哋啲员工呢啲人吓、啊，外表就似一个成年人，其实系同一个冇做功课嘅小学生嘅心态一模一样。每日最希望嘅就系听日打风，系咪？一个每日嘅理想都系打风嘅人，系点会觉得惭愧呢？而事实上又有乜嘢系快乐得过你明知道听日要翻工，而你听到天文台讲现时3号风球现正悬挂，台风逢逢正在逐步逼近本港，稍后可能会悬挂8号风球，你即刻会变咗做一个马迷，系咪？八号，果然凌晨2点钟，台风逢逢正式成为8号，你第一时间就打电话俾你老友阿坚、阿强同埋阿长。你啱啱攞起个电话啫，门钟就响起，你一开门就系阿坚、阿强同埋阿长开台，快乐无比嘅快乐，系咪？凌晨6点钟，所有风球除下。就是那天阿森哥问你惭不惭愧，你觉得真的很鬼惭愧。阿冯冯你应该觉得很惭愧，人又打风你又打风，你打过几粒钟，我打边炉都打得来过你，你有哪个风球觉得自己打得好的举一举手、啊、各位老板是真的非常天真。我又试过有一次阿森哥亲自召我入他办公室，然后问我一条问题，我唔识答，你试下点答一条咁嘅问题，你老板问你，你点答？佢话：阿子华，你可唔可以解释俾我听，点解你可以做得咁差嘅？你点答？你可唔可以好直接、好老实咁答啊？哦，小意思啫，森哥。其实我系可以做得差好多。不过呢排有啲压力，即系如果毫无压力咧，喺差的一方面，我喺公司系揾唔到对手。老板几时系最可爱啊？发脾气嘅时候，系咪？老板会同你讲啊，我唔理，呢、这个世界冇话唔可能，你同我死都死掂佢。有冇同你讲过？好幽默，我觉得冇得顶。阿森哥，你唔理，咁你唔理，你估我理唔理？你又唔理，我又唔理啫。阿森哥又问又问，呢、这个世界冇话唔可能。嗱，呢句说话我系赞同嘅，各位，呢、这个世界冇嘢系唔可能。不过喺呢一个薪酬咧，就几唔可能。Nothing is impossible。哦，你同我死都死掂佢。哇，森哥，为份工去死，咁浪漫。我翻工救国啊！各位有冇人可以为份工去死噶？系有噶，我哋中国素来都有呢个传统啊！历朝历代好多人可以为份工去死的，其中最出名有一个就系孔明先生 ，Mr. 明空啊 ，Mr. 明空喺呢个后出师表度用咗8个字嚟到总括一个最佳员工嘅服务态度，系乜嘢？公
功盡水，死而後已。你過去呢十年有冇試過同你老闆講過呢句說話？過去一百年有冇人講過呢句說話？有。現代人仲有咁嘅人，喺一九唔知幾多年嘅一個早上，一個年青人去見一份工。當時佢就同佢見工嗰個人講：阿金生，我為咗呢份工，我係可以鞠躬盡瘁，死而後已。不過當時我係用英文講，大家都知道啊，真心說話用外語講真心好多嘛。Mr. Gun, I am going to try so hard, I die。 啊，唔係，死而後已嘅翻譯 I die afterwards。 鞠躬盡瘁好難翻譯，但唔緊要，我識鞠躬就得啦。 I die afterwards 咁得， I die afterwards 嗱，係真人真事，因為呢位金生就係金國亮先生，真事嚟噶嚇。咁當時我同金生講，我可以鞠躬盡瘁，死而後已。金生點樣答覆我呢？金生就話啦：我哋喺呢個階段，大家唔需要承諾太多嘢啊。我當時心諗，如果每個女仔好似佢咁冷靜，我呢一世都冇運行。阿 Mary， 我真係好愛你嘅咧，我永遠都愛你，我永遠永遠都愛你。喺呢個階段，大家唔需要承諾太多啊。喂，即係你啲人督爆唔緊要，你唔好督爆得咁斯文啊嘛。即係人哋明明係出千，你同佢講等錢使，點解唔試下申請綜援呢？咁結果點啊，各位？結果阿金生係請咗我嘅，氣壓大咩？咁所以到今時今日，我都非常感激阿金生，特別係因為我係冇做到嗰份工。大家明白啊，嗰朝我見嗰份工係第一份去見嘅工，我梗係可以鞠下躬盡下水啦。晏晝我仲要對多四個人鞠躬盡水，我真係份份工鞠躬盡水就得啫，死而後已俾你睇啊！真係，喂，我哋出嚟打工係咁噶啦，係咪？講乜都得㗎，寬長無真心呢啲嘢係咪先？所以好多老闆好多時會投訴啲員工都唔攞個心出嚟，激死人啊！員工又會投訴啲老闆都唔攞嚿金出嚟，使死人，係咪？究竟一個打工仔出嚟打工係咪真係淨係為咗錢嘅咧？各位，大家認為係點？係為咗錢。我中意呢種啊，負氣答白係。有冇咁戇居嘅問題啊？阿媽係咪女人啊？係，OK， 係我再問過一個，應該咁講，即係打工仔係點睇自己應該獲得幾多薪酬嘅咧？越多越好。嗱，我覺得越多越好都簡單咗。嗱，大家諗下啦，阿生哥就問大家咯噃。啊！在座有邊位認為自己做得好嘅，請你舉一舉手，係冇人舉手。啊！如果阿新哥轉一轉個問題，係話在座有邊個認為自己應該加人工嘅，舉一舉手。300个人，600只手，做得好冇人舉手，加人工多個舉手。係啊，我知道我係做得唔係好好啊，但係我更加知道我應該加人工，即係話喺一個員工嘅心目中，工資同表現是應該脫鈎的，是不是？沒有表現照出糧，有表現出4粮至8粮，越多越好，那公司會執笠，不要緊，拿賠償。為什麼會這樣？各位老闆，你們明不明白為什麼你要出糧給我？不是因為我為公司做了什麼，而是因為我為了這份工，我沒有為自己做了些什麼，你明不明白？不是因為公司得到些什麼，而是因為我喪失了些什麼。所以嚴格上來說，你每個月底給我那份不是糧，是賠償。有什麼分別？分別就是你出糧給我，我要多謝你，你給賠償給我，你要加多聲對不起。哎呀，陳仔，真係對你唔住啦！你又冇咗一個月嘅青春，啊！你睇世界盃又睇得唔安樂，翻嚟公司仲要眼瞓，哎呀，真係搞親你啊！真係，阿林伯，你仲陰功，你喺公司做咗一世，咁啊斷送咗一生，
但是你唔紧要啊吓，公司所谓冤有头债有主，好公道嘅。公司知道你咁样开咗会，公司决定咗你退休嗰日，公司执啦。咁啊理想啦，系嘛？大家认为冇嘅，冇咁理想嘅事。我认为吓，各位人生里面有时咧有啲不如意嘅事，主要都因为一个原因嘅啫。个原因就系咩咧？就系我系我呢一套戏嘅主角，明唔明我意思啊？我当然系我呢一套戏嘅主角啦，即系我食嘢系我饱噶嘛，唔会系你饱噶嘛。我又唔会同你讲，你唔好再食咯噃，我食咗晏噶咯噃。你咪想食死我啊！你仲食啊？唔会咁噶嘛！我系我呢套戏嘅主角，我晒钉系我痛，虽然我想你痛，但系好多时候点解明明系我晒钉我痛，我嗌两声，你会走嚟同我讲晒钉系嘛？即系你嗌救命啊！咪登报啊！哗众取宠，喂！我晒钉，我嗌两声，你话我哗众取宠？你冇搞错，我系我呢套戏嘅主角嚟，我系主角嚟喎。你边位啊？你冇大冇细喎。冇错，你系你呢套戏嘅主角。问题系你呢套戏嘅戏名系叫做《茄喱啡的一生》。我哋嘅问题大家明白，我哋系主角，但系好多时候我哋饰演嘅角色系茄喱啡。我系做过茄喱啡，你睇外形系睇唔出啦，当然系咪？但是的而且確我是做過茄喱啡，那時還經常被人罵，但是不要緊，被人罵得多你會慣，慣到的地步有時被人罵完我會提醒他，咦你好像罵少了一個字、你好像罵少了第五個字、沒有了一個形容詞、大家都知道通常都是那些形容詞的，是吧？為什麼我可以這樣？因為我嗰時已經練咗一種嘅本能嘅反應，你講粗口鬧我咧，我好容易將啲粗口嘅音咧轉化為一啲好普通日常用嘅語句，譬如大家都知咧，我哋廣東人最勁就係嗰六個字噶啦，等等等等等等啊，你知啦。咁我會聽到咩？即係我係會直接就將佢轉咗，譬如係請你好好放低咁樣，所以我冇問題噶。你鬧我，喂，你仲笑？捞咗机噶啦嘛，你仲笑啊？我请你好放低 ，OK， 放低 ，relax， 冇事。嗰阵时真系好豁达吓，有时谂翻转头，真系都几奇妙。我哋广东人闹声交都一定扯埋阿伯母落水，好鬼关照阿伯母。基本上我哋中国人都系咁噶啦，普通话都系噶，动不动连妈都，他妈都，连奶奶都。我觉得呢个系充分表现咗我哋中国人嘅智慧嘅，各位，你要谂下第一个发明呢句嘢嘅人几唔简单，点谂出嚟？我认为佢根本系一个智者。当时佢可能俾人闹紧，俾人你有问题，你有问题，你有问题啊，你有问题，你有问题，你阿妈有问题。你知第一次出现佢唔识嬲啊嘛，佢会觉得好愕然。你明明講開我有問題喎，忽然間做咩講我媽有問題？我媽冇同我講過呢個問題喎。唉，你之所以有問題，那係由於好多因素千絲萬縷咁組成嘅，而其中最大嘅原因就係你阿媽，因為冇你阿媽就冇你呢個問題啦。所以你唔係問題，連媽都係問題。唔系问题，我阿妈只系问题。哎呀，咁难道你阿妈又冇阿妈咩？所以你阿妈唔系问题，他妈都系问题。咁但系难道你阿妈嘅阿妈又冇阿妈咩？咁难道我同你闹交系连妈都他妈都连奶奶都他妈妈都咪咪有咪有排都闹唔完？所以正所谓妈妈不尽，问题无穷。我同你立家提起你阿妈就系想你知道，其实你冇问题，你阿妈又冇问题，问题根本就唔系问题。我顶顶顶顶顶顶，就系想提醒你，请你好好放低，冇问题。真系
好困啊，當時好快樂嘅。其實做 K 咧，有時俾人鬧完兩句粗口，修養又好咗。但係大家都知道，快樂嘅時光總係過得特別快。咁啊，由於我嘅才華咧，我好快就冇得做 K 咧啡啦。當然主要由於我俊朗嘅外形啦，收到收到。我好快就可以喺啲二三線嘅戲裏面做啲三四線嘅角色。係咪應該更正？喺啲三四線嘅戲裏面做啲二三線嘅角色好唔同啊，所以我都分唔到。咁但係總之，當時我自我感覺係非常之良好，覺得自己上緊位去做主角，做自己，我係主角。喂，有一日就有一個人嚟揾我做戲啊！呢、這個人好犀利啊，真係唔可以講真名嘛，係真人真事啊！佢係間電影公司嘅老闆，同時本身又係演員嚟嘅。咁佢叫我去佢公司同我傾下，佢話我要做個角色係點嘅。佢話嗱，阿子華，你要做個角色好簡單啊，亦都幾複雜。簡單得嚟複雜啦！你當時咧，你就企喺街邊嘅 ，OK， 你企喺度，咁我揸車經過啊，嚇，揸車經過，咁我見到你，我駛架車埋你身邊，然後搞低玻璃窗，咁你又好奇啦，咁你耷低頭就望我啦，咁我見到你望我咧，我就同你講咯噃，屌你啊！然後跟住呢，我就揸車走咗啦。咁你走咗之後呢，我角色跟住係做咩呢？冇囉，我都走咗囉。咁我做嘅角色就係嚟俾你要嘅嘢。哦，咁又唔係，你鍾意繞多嘢都得。繞你好好放低，我放唔低。我返到屋企，我不停同自己做心理輔導。唔係嘅，佢就係要搵一個好有分量嘅演員，因為你戲份太少，係咪？你就咁繞嘅嘢嘅啫嘛。你戲份太少，你個演員唔夠分量，你係冇戲劇張力㗎嘛。但係有邊個有分量嘅演員就咁會企喺街邊俾人繞嘅嘢？二三線都唔會啦，七八線都唔會啦，你咪真係當我 care 咧？但冇可能噶噃，我上緊位噶喎，咪係咯，你咪上緊位做個 care 咧咯，我 care 你好好放低，好唔開心，因為一個主角俾人當係 care 咧。今日回頭望翻轉頭各位，我就明白，你一個人原來成日當自己係主角，係好穩，好穩笨，穩自己笨。你諗下，我當日俾人用六個字嘅粗口啦，我當聽歌，噔噔噔噔噔噔，仲會加啲節奏感啊，噔噔噔噔噔噔，好似有獎品攞咁樣。今時今日人哋講兩個字啫，我崩潰，因為當日我知道自己係 care 啡，今時今日我當自己係主角，好明顯，做一個 care 啡嘅生活。是容易好多，你想想，特別是做 K 啡其實沒什麼要做，是不是？主要就是出現而已嘛。大家都知道啦，做 K 啡啊 ,K 啡做感情戲的特點是什麼？沒有感情啦，是不是？你大佬死了啊，對嗎？喔、他幾十歲都是這樣的嘛。OK， 現在對方大佬死了，你笑啦。哦，我大佬，我點樣俾個飯盒俾你咁樣？我出現咗咯，係咪 ？K 呢啡做動作戲嘅賣點係咩？冇動作啊！嗱，你而家去追殺啲清兵。哦，殺啦，殺啦，殺啦！你而家俾啲清兵追殺。哦，走啊，走啊！哎呀，跌咗隻錶，唔好意思啊。啊、大佬，我點樣出糧俾你啊？我出現咗。即係如果你嘅人生能夠就係咁冇乜感情啊，又冇乜動作，咁你就真係可以做到一個真正嘅 care 啡啦。咁你嘅人生有咩值得驕傲啊？我出現咗。
即如果你能够做到斋系出现咗已经觉得够咧，其实呢一个系一个好豁达嘅人生态度，各位。其实你啲成日当自己系主角嘅人，其实系好难好难做得到啊！有几难啫？做人嘅嘢，开心有一日，唔开心有一日啊嘛，开心啲啊嘛，开心有一日，唔开心有一日，咁即系呢人唔系好重要啦。咁点解要开心啲啊？呢句说话嘅逻辑系点讲都通噶嘛？开心有一日，唔开心有一日，咪唔开心咯。OK 噶嘛，系嘛？埋单有一日，唔埋单有一日，咪唔埋单咯。拉拉链有一日，唔拉拉链有一日，咪唔拉拉链咯。唉，你明噶啦，做人啊，忍一时风平浪静，退一步海阔天空啊！忍一时风平浪静，忍一个小时就够啦，忍多个小时都唔使。系噶，如果你喺忍嘅呢个小时里面，即刻买张机票飞去巴拉圭，佢就喺南美洲嘅中间，你系望唔到海嘅。我包你风平浪静，忍一时风平浪静，忍一世就风平浪静，退一步海阔天空。退一步就够，退多步都唔使遇到咁问。啊，系，海啸啊，海啸，海啸，唔使惊啦。退一步海阔天空，退出江湖就海阔天空。唉，你明就得噶啦。做人嘅嘢最紧要过得自己，过到人啫。呢句说话系有四个可能性。最容易做系乜嘢？过唔到自己又过唔到人啊嘛，系咪？难做啲系咩？过到自己过唔到人，又或者过到人过唔到自己。最难做就系又要过到自己又要过到人，你又讲到好似好鬼容易咁样。冇嬲冇嬲冇嬲，船到桥头自然直啦。呢句说话系讲紧乜鬼嘢？隻船原本是亂的，即是去到橋頭自然就砰。哦，不是，即是去到他的船去到橋頭自自然然懂得擺直，那就過到去了，是不是？自自然然，自自然然，那不用請水手了。那你早點出聲，鐵達尼死少很多人啊，是不是？隻船一開，船長就跟大家宣布，各位船到橋頭自然直啊，但是撞到冰山特別亂。咁多呢一啲懶係樂觀嘅金句，各位我一句都唔信。呢個世界我只相信兩句說話，我自己發明嘅。路飛大家食過啊？路飛不妨食過份，出貓唔好太高分。係咪好有道理呢？總之你食嘢就要洗手洗手洗手，做人就要小心小心小心。你一個成日當自己係主角嘅人，你好緊張，你放唔低自我，你就成日會就係咁呢樣計住嗰樣計住，好小心洗手小心洗手，好攰。所以我成日提議大家去睇下嗰套經典嘅恐怖片《驅魔人》。有邊個睇到呢套片嘅？拍拍手。啊，呢啲朋友呢是很豁達的人來的。因為驅魔人是講什麼？驅魔人是講一個少女被鬼上身，冇了個自我，啊，好 free 的。她喜歡咬就咬，咬到五顏六色的，她成條彩虹咬出來。她喜歡鬧你就鬧你，她不用給面子，講粗口鬧你又不行，喜歡用不同的語言鬧你又不行。佢自己得閒無事喺間房好無聊，唔緊要，佢360度另一個頭，哇哇哇，唔使去迪士尼啊！你想象下，各位朋友，你想象下，如果每日你嘅鬧鐘一響，你就鬼上身，你嘅人生會幾快樂？
你話唔係鬼上身點講得出呢句説話？我嗰陣時翻工嘅時候，嗰陣時就有個同事，每朝都一朝早就聽佢講噶啦，喺自己個位度，好嘢，又開始新嘅一天嘅工作。我每次都想用聖水淋佢。我好鍾意翻工啊，但係我唔會朗口，橫掂公司啲人都咁口臭。然後你去搭地鐵，你諗下你會幾咁自由？你第一次可以完全諗都唔諗就同對方講：麻甩佬，你真係好臭啊！放低隻手啊！黐線！有錢搭直升機翻工啊笨！搭地鐵係咁噶啦！你真係好臭啊麻甩！又未到站你走去邊啫麻甩佬，你走得去邊啊？搭地鐵係咁噶啦！然後你一翻到公司，姣婆二拎又單打你，點啊？昨晚同阿 KY 開會，定係開香檳啊？你唔使再同佢單單打打，唔使咁迂迴曲折，你一嘢就醒佢，淫婦，跌落屎坑嘅狗公都唔放過嘅淫婦，然後用八國語言 ，You slut, you snake, non pure baby, la sia con can andare。然後晏晝你又要去見客，個客又同你講：我諗個 project 呢一部分咧，都係改一改好啊，不如由頭改過啦。又改？唔好啊！唔好啊！一路轉到你啱啱收工，你先至醒翻。早晨啊，各位去邊度 happy hour 啊？係咪好快樂咧？咁嘅人生，開心嘅時候做自己，唔開心嘅時候鬼神神。現實好難做得到，但係唔緊要，各位，你喺現實裡面得唔到嘅力量，你可以喺語言上揾翻。你識得用以下呢兩個字，你平日嘅生活會充滿力量。第一個字就係個老字 ，OK， 唔係老點你，你收到嗎？如果我話唔係點你，好似自己都冇乜信心咁啊，係咪？唔係老點你，哦，硬啫，你明知俾我老點，都要俾我老點，老襯，所以搞清楚。阿武騰哥，哎呀，我抽筋啊，點樣衰啊？我老抽啊！勁抽，同樣原理啊！你賣翻版啊，你咪犯法咯。嗱，你賣老翻啊，醒目仔。當然有時你會唔明白啊，點解一個好年輕嘅女仔係會叫做老處，而一個好舊嘅機構就叫做老新。你想申請入會，就準備一封老毛。唔係就唔老嚟呢啲老字，各位主要就可以令到一個蒼白無力嘅普通市民變成一個深不可測嘅江湖中人。你諗下，如果你朋友問你：喂，今晚食完飯有咩做啊？你會點答？有咩做啊？咪消化下咯，咩做？消化完咁咪睇下電視咁瞓覺當然你可能是沒有那麼樣衰的但你會認識很多朋友的這樣 OK、
但是如果你懂得用一个脑子，各位朋友问你吃完饭什么做啊，你怎得脑烧咯，消化，跟住咪戒下脑电咯，睇电视戒佢，跟住咪脑电咯，点床，冇运行咪起身索个脑牛啦，饮牛奶，跟住咪翻去脑脊咯，点完床点脊，再过多阵咪拍个脑 A 咯。早餐里面的 A 餐，跟住咪夹老铁咯，好似打劫咁系咪？唔系，系搭地铁啫。啊，你 get 到啊？你 get 到啊？原本你真系好无聊喺屋企，而家你系咩啊？你系老少、老电、老只、黑老 A。你原本系困喺屋企啊，你而家个 feel 系强到好似困喺监仓。你原本只系喺屋企吸尘，而家系监狱风云。喂，边个做紧咩？老吸咯，老吸完做咩？老洗啊，黐线啊，洗黑钱洗碗，你劲到人哋都唔相信嘅。OK， 第二个字大家要学嘅就系个爆字啦。嗱，各位喺个爆字出现之前，我哋所认识嘅最劲嘅字就系劲。冇字勁得過勁啊！要勁過勁嘅打翻嚟，哇！佢勁勁啊，係咪？而家唔係啦，而家我哋唔係話人勁，我哋話佢好爆，係咪？哇！佢勁好笑人咯，佢笑爆嘴啊！哈哈拍 ，oh shit！ 醫埋，我要麻針啊！哎呀，雨死啦，雨死啊！唔係雨死。落爆，哎，我落完落，你唔好咁笑我喎，我响你樽喎，唔系响樽，爆樽，大家都识噶吓，响樽有咩问题啊？太有文学味道啊，太多幻想嘅空间，系咪？响喎，有几响？又响，嘣又响，系咪？嗱，我响你樽噶，嘣嘣嘣嘣嘣。样衰啊！我爆你出啦！讲完，跟住你点啊？你流血 ，no， 你爆肝。问题系呢个肝系边个肝字咧？我第一次听到人哋讲爆肝，我即时反应系 oh shit， 哦哦，听到都痛啊！啊吓！跟住嗰人又補充：唔係啊，我手指尾爆光，我唔知幫佢撳住邊度。當然大家知道啊，最勁嘅用法就係我今年我聽到，我同我朋友行街新年嘅時候，有個麻甩佬經過我身邊，當時佢大大聲就講啦：好，新年流流可賀佢爆馬腩。我第一個反應就即刻打電話報警，話俾馬會聽有恐怖分子。我朋友拉住我，唔係嗰啲馬腩啊，呢啲馬腩係冇馬噶，係淨係得雞嘅啫。啲咩農場嚟啊？呢啲咁怪嘅？哦，原來爆馬腩個位即係幫襯妓院，但你搞清楚，你去馬腩，你只不過係一個嫖客，你爆馬腩你就係阿爾蓋達。阿凤，我入得你呢个门口，我就唔谂住出翻去。你俾安全套我做咩？你睇小我必死嘅决心啊！你冇听过啊？拉得爆马腩，遇咗死得惨。好啊，大家而家识得用个脑字同个爆字，跟住落嚟咧，俾大家啲自己实习嘅时间咯噃。嗱，而家如果我同你讲，各位又系去咗到咗呢个去厕所嘅时间啦，你系咪觉得我会睇笑你膀胱咧？但如果我而家同你讲，各位又到咗爆光嘅时间啦，我系咪觉得好急不及待 ？OK， 但系去还去，搞清楚系爆光唔系爆光，有啲人系分唔清两个音嘅。OK， 你唔好同朋友讲，你坐一阵啦，我入厕所爆一爆光。
我 show 唔好睇啫，唔使自殺係嘛？OK， 各位，我哋老爆十五分鐘，跟住再出嚟爆醫館。Ladies and gentlemen， 万众期待，千夫所指，百嘴莫辩，一派胡言。黄子华、栋笃笑，又再开始。是不是好尊重你們呢，換衣服啊，大哥。其實不是，其實我自己我去看 show 都換衣服的。不是你們不換的嗎？你中場休息那麼多人不會換衣服。各位，在上半場有沒有哪位看完覺得麻麻地的東西啊？下手啊。不媽的，你又不走啊。唔緊要，唔緊要，唔緊要，係我知道，我知道嚇，係麻麻地，唔緊要噶，你睇多幾場唔關嘅，OK， 你一人就好媽噶啦，即係好多唔啱睇啊，好揞眼嘅嘢咧，睇多啲你又覺得啊幾順眼啊，媽噶啦，即係奇妙。咁點解唔講奇妙，要講媽噶啦先？因為真心説話用外語講真心啲嘛。人類是真的很 marvelous 的，真的你細心看看我們每一樣我們所做的事，很多事其實很畸形的，因為你習慣了你覺得 marvelous。 有哪些朋友喜歡運動或者看運動的，拍拍手都挺健康啊，今晚大家有沒有人可以告訴我這個是什麼運動啊？看完了吧，看完了吧，這個是什麼運動？競步啊，競步是哪位發明的？沒人知道啊，沒人知道。 Sly Chan 陳師奶何時發明的？最八時咯。二嫂等埋啊，二嫂我跑緊啦，你成日跑得最快，現在了。你看多一次，你看多一次啊，示範多一次，有什麼問題啊？你看看現在這個示範啊，競步 OK 來了吧，有什麼問題？啊？腳踭離地，腳踭離地有什麼問題？腳踭離地不是太快？腳踭離地即是跑，喂，競步的精神就是我知道你可以快，但我不比你快。我知道你懂跑，但我不比你跑。那為什麼要競步呢？為什麼不競爬呢？什麼叫蛇咁競躝呢？哦，犯規，心口離地。Marvelous。 又有沒有人可以告訴我壁球是誰發明的？你打壁球你一定贏，你知不知道？其實你不懂打你都可以很容易就贏，你怎麼打？你看如果你這樣打你就贏了。但是打壁球的人是怎樣打的？不是的，打壁球是這樣打的。做乜鬼嘢？打壁球的精神就是不是你去打个球，是不要阻住人家打个球。是啊，为什么会这样？因为个壁球场基本上呢，你放几件家私你发觉是跟你间房咁上下大的。你打得壁球多你不会有家庭纠纷的。哇，你睇紧电视，我煲紧汤。但是正等于每一个住高屋的人他的理想就是住豪宅，同样每一个打壁球的人的理想就是打网球。你好想跟你的对手说，喂，允次，允次你啊，我开波的时候你不要站在我身边得不得啊？你可不可以站过对面啊？我打反手我真的不理你，我可能你会觉得这些运动本身都是有一点畸形。 OK， 那我们讲一些正常
大家都認為好正常嘅運動，游水夠正常啦嘛？點解咁多款式？自由式、蛙式、蝶式、啊、如果你跑步有咁多式，你有咩感覺 ？On your mark, get set, go！ 嚟到第二棒啊，蛙式，跟住蝶步。我是真的適合蝶式的，各位，我受過專業訓練，蝶式是全世界一種很曖昧的泳式。你看清楚，如果你在水底看蝶式是怎樣，是這樣，什麼人會游蝶式？一個正常人，我總不相信他在正常的情況之下會用蝶式。我不信你沉船的時候你會用蝶式。我馬來沉船不用怕，我們游過對面了。什麼背泳是什麼意思？背泳即是你不敢望個池底，你怕深啊。唔係啊！我成日認住下面有好多嘢啊！Marvelous， 我真係覺得。因為而家奧運啊，奧運項目頭先嗰幾樣都係奧運項目，而家仲有一個新增嘅奧運項目叫做咩咧？團體藝術體操，好犀利嘅。啊，佢又肥絲帶啦，又拋棍啦，啊，又掉保齡球樽啦，然後又啊撒埋呼拉圈啊咁樣樣嘅。佢哋唔使齊嘅喎。我不知道為什麼要比分啊，即是這兩個是平自己，這個是拋樽，這個自己是玩呼拉圈。哇，好了，你做什麼鬼嘢呢？這樣怎麼計分呢？我看了好久，我終於明白他們不是在玩什麼藝術體操，他們是練緊全真七子的天罡北斗陣。你入了我們的陣還想走回出去？平師帶入出根本做裁判那個就應該站在他們的陣的中間，你可以走回出去就當我們輸。Marvelous， 各位，我真的不明白，我真的不明白，很多很畸形的東西我們覺得很正常，一些我覺得很正常的東西人們說它是畸形、不被人用類固醇，說是禁藥，說是不公平。各位，要一個城市人和一個非洲人一起跑馬拉松，你說公不公平？那個非洲人去一次71已經12公里半的馬拉松，你還要望出場，你去開71幫我去呼噜呼噜買盒叉燒飯，那就是一個馬拉松了。他望出場還要來到71，哦 shit， 不記得帶錢。兩個馬拉松，你要一個城市人和一個非洲人跑是公平的說話，他就齋跑，我們就打類固醇，再每人津貼300元搭的士。Marvelous。 當然如果你說運動裡面最 Marvelous， 我認為就是足球、今年世界盃全球為之瘋狂，有一個月不上班，有一個月黑眼瞓、跟他死過。在座有哪位是沒有看過今年世界盃的？拍拍手。呢班基啊，呢班啊，呢班基本上是社會邊緣人啊，作奸犯科啊，呢啲都是啊。喂，大佬，足球啲咁好睇，你都唔睇嘅？喂，足球咁刺激，點解刺激嘅足球？各位，足球係因為佢上半場45分鐘，中間休息15分鐘，然後下半場再有45分鐘啦。跟住佢加时30分鐘，跟住佢可以一球都唔入。我成日睇踢咗足球，我以为我睇紧乒乓球。呢边嗰边呢边嗰边冇波入噶喎，啊系喎，乒乓球系冇波入噶喎。足球点解咁好睇？就系因为佢可能会好难睇啊，所以你好期望佢下一场会好好睇睇。點知佢下一場又好難睇，於是你更加期望佢下一場會好好睇，你直情飛去現場去睇，果然結局就係杜琪峰電影
零比零以和為貴。然後仲有啲叫手勢嘅球隊，你有冇聽過？即係一味靠手嘅。喂，你一味靠手嘅，你唔使請足球員啦，你請啲雙撲手咪得？你請十一個雙撲手，一開波一齊行去龍門口，人爆啦！仲有咩波啊？啊！砰砰砰砰砰！上半場砰砰砰砰砰，下半場砰砰砰砰。加時咧係十二碼。所以世界上最偉大嘅球員就係斯丹。點解啊？因為斯丹都知道，其實我悶咗啲球迷一世嘅。而家嚟到最後呢十分鐘，我有權悶埋佢哋，跟住我都退休啦。或者我有權犧牲我自己，真真正正讓球迷亢奮一次。跟住你哋就知道，搞足球嘅人係全世界最有智慧嘅人。話斯丹，你咁樣做點得？我哋要懲罰你，你退休，我罰你停賽三場。所以大家知道，斯丹係一定會復出，唔復出點停賽？但係佢只會復出三場，停賽三場啊！真係好有智慧，真係。當然，我覺得人世間最 marvelous 嘅各位，當然係男女之間嘅關係啦。啊，因為大家都知道嘅，男士係自古以來最大嘅嗜好就係講大話啦。我哋每日都培養啊。會在這方面都擺好多時間，而女士就自古以來是攞隻牌講大話。什麼叫做化妝？化妝就是你的樣子講大話。你隻眼是明明來到這裡就停了，你不知道查了些藍藍綠綠什麼鬼，有孔雀石綠啊，它還有得去的啊。你個鼻喺正面睇咧，就有一個正常嘅鼻；喺側邊睇，你唔見咗嘅噃。你塊面好開揚嘅噃，冇遮擋喎。正面睇翻，又突咗出嚟。咁睇又冇，咁睇又有。你塊面令到我思覺失調啊！各位女士，你哋明唔明乜嘢叫做化妝嘅？最緊要係咩叫化妝？化妝就係你落咗妝，我仲認得你，就叫做化妝。你落咗妝，我唔認得你，嗰啲叫做喬裝。係啊，大家成日翻屋企有陌生人，點解咧？誒、欸，邊個你？我咪同你一齊入嚟㗎啦！你唔好笑得太開心咁，唔該，你出到隔離塊面啦。化妝唔緊要，大家都知道化妝用 make up， 我哋其實都好習慣啦。make up 問題而家好多女士唔係整俾個 make up 你睇嘅，佢俾埋個 making of 個 make up 你嘆，一食完飯就嚟㗎啦嚇，抹抹完嘴咁就成副架撐喎，哇哇哇！你唔明啊？你化妝唔係為咗呃我嘅咩？你做乜俾埋個 making of 我睇？你不如唔好化嚇，耶！唔化妝冇禮貌啊嘛，即係點啊？即係你唔化妝有一個冇禮貌嘅樣嘅，即係你化妝就好地地，識嗌人早晨，食飯未啊？即係一唔化妝就，咩啊？望咩啊？你親人大曬啊？唔好搞我啊！你冇化妝啊！我自己唔敢認到自己啦！冇禮貌嘅樣啫。各位，我認為真正冇禮貌係咩呢？文眉啊，真係冇禮貌。文眉啲咩意思？文眉你真係侮辱我嘅視覺功能啊！即係我係睇唔到嘅，我係分唔出嘅。啊，幾好嘅噃，你條眉冇毛嘅嚇。我咪替唔到你眼嚟咯。根本文眉係應該叫做蟬眉，有一條冇毛嘅眉，
你話幾禪呢？阿大師都俾你考死嘅真係。我冇夢嘅命，阿彌陀佛，諗明啊。跟住你又發覺佢有雙冇毛嘅腳，然後你就明白棘手嘅真正意思，即係佢對腳呢邊摸落去好平滑嘅，呢邊摸翻上嚟棘住，呢個咩嘅自然現象咧？你唔明點解會咁咧？直到你摸到自己下巴，哦，原來嗰晚黑媽媽我係唔覺意摸到佢下巴，個下巴真係長真係。跟住你又發覺佢哋發明咗一個 bra 喎，那個 bra 好犀利嘅，即係只要你唔怕逼業，你就可以有一條啦。唉，咁出嚟行，跟住有一條罅防下身啦，係嘛？呢個好明顯係一個古惑仔嘅所謂，呢個係應該叫做古惑 bra， 或者叫做老千 bra， 但係佢哋叫佢做 wonder bra。跟住你就明白，唔怪得知當年嗰個神奇女俠咧，那個女超人咧，點解叫 Wonder Woman 啊？温达乌文有条罅，他用温德 bra。 然后跟住佢哋会整形、整容。咁呢个算唔算系讲大话咧？大家认为？整形整容啊，即系换零件咧？换零件就即系唔系原厂啦，系咪先？咁但係有些少爭議性，我認為呢樣嘢啦，各位，因為通常咧點為之講大話呢？即係你買部車俾我啊，你部明明係法拉利，但係你換曬啲普通打康打零件賣俾我，咁講大話啦。但通常又唔係喎，通常佢哋係佢原本就係康打、普通打、自主做寬大，就整個法拉利嘅車頭燈、林寶堅翼嘅尾翼，保時捷嘅大包圍。又好似 OK 喎，好似又唔係好算係講大話喎，所以我係認為換零件各位係唔算講大話嘅，即係如果嗰位女士係表明嘅保養期，佢有冇可能話個保養期俾你聽咧？冇可能，你同佢唔係好熟，你連佢有冇保過牙你都唔會知道。我衰嘅成問有冇保過牙都有㗎，但問題是你一旦跟他太熟就一切都太遲了。阿姐啊，你用我的鬚刨啊剃刀不要緊，即你可不可以只要來剃腳毛呢？那所謂有什麼分別呢？又說人家棘手。有沒有可能？沒有可能，我告訴大家聽，地球上冇一个男人见过一个女人剃格拉底毛，女人喺呢方面系干手净脚到。我由细到大，我以为男人同女人最大嘅分别就系女人系冇格拉底毛，而佢哋系好骄傲，即系男人影相你会笑，女人影相又笑，好骄傲，双龙出海。然後我最近才發覺，原來他們不是剃假底毛，而他們是有一種器材是掹假底毛的，即所以女人做間諜是最厲害，她不怕逼供的，她這樣都頂得住，你燒到她都不怕的。你開始明白你這麼驕傲了，我不怕痛的，我就是超人了。然後各位講完這麼多些大話的後果是什麼？個後果就係有一日你唔覺意行過沖涼房，你講：我天，乜你假底有毛啊？做乜你假底有毛？你條眉又冇毛啊？然後我櫃通翻都話你換咗零件，然後未俾錢。你係咪地球人嚟㗎？各位，呢啲咧都只不過係外表嘅大話，我覺得其實係好小事。最嚴重嘅係佢哋講咧內在嘅大話。即是你啱識一個女仔咧，有陣時會發覺佢基本上好健康，傷風咳都冇。但你識耐咗，你會發覺佢成日頭暈心痛啦，
呢度熱啊，嗰度痛啊，呢啲都唔緊要，最緊要係佢病得好神秘。你問佢，你係唔係你哋即係一個月有養一次嗰啲啊？唔係。咁係咩啊？唔知。咁不如睇醫生啦。唔睇。咁但係你痛喎，唔痛。女人係唔肯睇醫生嘅喎，好多女人。我想了很久我都不明白为什么他们会这样。终于我发现因为一个患了以为应该是以为自己患了绝症的人他是不会想看医生。很多女性由于她复杂的生理结构还有主要是她不能够接受自己那么复杂的结构的那种结构。很多时候哪怕只是一个小小的人哈气她就跟你说了你放心有什么事我自己会离开香港。我不会连累你你伤风了是吧你不是贩毒是吧你不明白了那不如看医生吧不看但你伤风不伤他是不是觉得我给不够 attention 给他 是不是因为我啊不关你事那又不关我事你又说自己又没事那我不理你了不用理你marvelous 真是梦一般的女子是啊她们真的发很多梦啊而她的梦是跟你的梦完全不同她的梦是很逼真的伊士曼七彩杜比音响最紧要是她们有味道的梦她们是闻不到东西的你很真啊因为她们有一半的梦是梦到你对她不好我仲记得啊，你喺个梦里面闹我嗰阵时，你系有口臭嘅。而佢另外一半嘅梦系梦到你对佢好好，你仲真，因为佢醒翻会同你讲，醒翻之后见到你，我情愿翻去发梦。咁你可能翻去发梦又梦到我对你唔好咧，使乜翻去发梦啊？你而家咪对我唔好咯？我而家对你好啦，好唔好？都唔够梦里面咁好。Marvelous， 各位女士啊 ，Marvelous。但系你哋唔够男人咁 Marvelous。我由细到大，我有个阿叔就教我男女相处之道。佢教我，佢话主要男女相处咧系三句说话啊。第一句咧，佢话啊，子华你记住啊，啊，女人系乜嘢？女人就系食饱。乜女人食饱啲咩瞓啊？食饱安眠药瞓。我讲紧女人系做三样嘢嘅啫。女人就系食饱、乜同埋瞓。我俾个 tips 你哋，所有女人都系鸡啊！啊，唔系嗰啲鸡啊，系讲紧正常真系真正农场嗰啲鸡。你谂下，农场啲鸡。食饱同瞓之间中间佢哋做乜嘢？系喎，啲鸡唔系话一食饱就即佢瞓噶噃，成日咁长佢哋做咩咧？咪系咯，你就系唔知佢哋做乜嘢。女人就系食饱，乜瞓，好危险啊！但系唔紧要。你唔好俾佢哋食饱就冇事，所以第二句金句就系：女人100岁唔死，唔好俾饱饭俾佢食。所以大家明白点解？基本上大部分嘅人睡都系女人嚟噶嘛。哎呀，100岁唔死都冇饱饭食喎！我100岁前你话点会死啊？我今年咧就104岁。又吃了4年飽飯，哎呀，真是和味啊，好好吃啊，真的。我不過200歲，我不會死啊，我。細伯，100歲不死都沒有飽飯吃，是不是真的太殘忍了？那他一死，不就立刻大排筵席啊？都死了了，是吧？那怎麼吃啊，細伯？我不是為他，我為我自己。男人最高的境界就是第三句。发达升官死老婆。
唔好听错，唔系话发达升官杀老婆，唔系，我系讲紧一个完美嘅女人，就系识得喺嗰个男人有权有势有财有钱嘅时候，自己忽然之间无端端死咗。细伯，咁系咪真系太残忍啦？发达升官死老婆，嘿，你懵啊你！我话你听乜嘢叫做真正嘅残忍？真正嘅残忍就系发达升官陪老婆。哎呀，老公，好耐你终于发达，有时间翻嚟陪我睇大长今啦。我发达为咗翻嚟陪你睇大长今咩？我发达系为咗可以捉下大长今嚟陪我啊嘛！Marvelous 啊，男人啊！我呢位阿叔未死嘅，边位女士有兴趣介绍你识？最紧要系佢呢种精神仲未死，但系而家新嘅一代咧，新嘅一代嘅男士好啲啊！新嘅一代嘅男士咧，讲究咧系三不嘅主义。OK， 我哋对女性基本上系三不：第一，我哋系不主动；第二，我哋系不抗拒。第三，最重要呢，我們是不負責的。不主動、不抗拒、不負責，成不成立呢？問題是不主動，你不主動，即是要對方主動。我不知道在座男士你們怎樣，我叫做做了很多年人，家陣就叫做做明星，是不是？不用那麼靜的。我跟你說明星在哪裡？ OK， 真的冷漠到呢，真的。OK， 準確一點。行了行了，太遲了。這童年陰影就是這樣來的。我知道，這樣是。四個字，總之今時今日我能夠達到是好熟口面，是不是？我接受到，噔噔噔噔噔噔，冇所謂啊。OK， 係啦。總之我做咗咁多年，好熟口面啦。而家講真，我都從來未試過話我唔使主動，有個女仔好主動，直接同我講我鍾意你，從來冇。最接近嗰個係點？都係即係有時喺街邊都會有啲女仔走上嚟，我阿媽好鍾意你。我姨婆好鍾意你嘅，開燈，你嗌多次啊，開咗燈啦，你夠唔夠嗌多次？啊，開燈冇咗啦，熄燈就做咩都得啦，係嘛？開燈唔見咗，你坐我嗰陣睇到下半場，我快啲俾佢發現死啊！吊住我尾啊，強吻我啊！通常都是這樣，大家都看到實例證明，實例證明真陰功。那你說真的世界上，當然除了我，你說究竟有沒有各位認為是真的不用主動的男士的世界，有沒有？有沒有在座男士覺得自己是不用主動的男士？拍拍手，開燈。竟然在哪裡？指他出來，指他出來，在哪裡？大膽喔，大膽狂徒。那位是吧？黑衫那位，你隔離嗰位女士識唔識㗎？你又唔識佢，咁隔離嗰哦，你一個人嚟嘅，你唔使主動嚟，有咩作用啊？你唔使主動就係單身一個咯。我從不主動嘅，所以好寂寞。咪係有能夠不主動嘅男士嘅，各位。我老友阿健就一個不主動嘅人，你每次同佢過一次馬路咧，佢會話俾你聽，對面有個女仔想向我求婚，唔好嚇過條馬路嘅啫。啊，睇到嘛，嗰條馬路係咁望住我啊，啊係咁望，係咁啫，搭旁搭到佢啊，唉，而家唔敢望啊，而家耷低頭啊，點解？
點解？佢一望到眼，你細放唔低啊！你望我嗰邊啊，嗰邊係咩啊？教堂啊！噔噔噔噔噔，成個婚紗揚出曬嚟啊！係有不主動嘅男士，各位就係嗰啲自己主動坐都以為自己冇主動嘅。我老友就係啦 ，OK， 我當你能夠不主動啦 ，OK。而家係嗰句咩？林志玲對你好主動啦，好未？啊，咁你點啊？不抗拒，係咪？不抗拒即係咩意思啊？各位，不抗拒即係你接受，但係好唔緊咯，啊，好瀟灑。老蕭我話俾大家聽，男人只係能夠對一個女人咁老蕭，就係佢阿媽。阿媽問你阿仔飲唔飲湯啊？樹蛋，你識我第一日，我已經係咁啦。哎呀，睇熱啊，啲湯藥熱啊，唔飲啦，係咪？即係如果而家調翻轉係林志玲問你，不如今晚嚟我屋企好唔好啊？你係咪喎？是但，但我屋企好熱嘅噃，熱啦，嚟啦！你有冇咁老蕭啊？你係會講是但，你唔單止講一次是但添嚇。林志玲打電話喺台灣打俾你嘅，啊，志玲，啊，交你執，好啊，是但，你呢頭放低嘅電話，你嗰頭攞翻嚟啦。旅行社話即刻幫我 book 張機票去台灣。咩旅行公司啊？咩台灣公司？咩航空公司？是但啦，咩價錢是但啦，咩出口位、走廊位啫，是但啦。你直情係興奮到呢頭，你放翻低個電話，你先醒起，我咪就喺台灣啦。你買咗張機票由台灣飛去台灣，你都亢奮到你唔理啦，你直接衝上去林志玲屋企，林志玲咧就喺門口等緊你。哎呀，哦，真的哦，對不起呢，哦。就是呢啊，我的那个冷气啊，它就坏掉咯。就是今天不行咯啊，不如改天啦。你有三个选择 ：A. 回头就走 ；B. 破口大骂 ；C. 你忽然识得整冷气。你会拣边个？我由隔離街搭飛機過嚟㗎，你話俾我聽你冷氣機壞咗，叫我走。你話我聽你個核子反應堆壞咗，我都識得整㗎。啊，即係點有屎巴啦？啊，沒問題啊，屎巴啦，行啦，即係核子反應堆它自己有反應㗎啦。最主要我有反應啊，不主動不抗拒係不成立。各位，男人唔係不主動，係成日都蠢蠢欲動，唔係不抗拒，係不能抗拒。我哋唯一比較可以做得到就係不輔助。不過新一代嘅男士又好少少，新一代嘅男士講究係男美嘅精神，因為根據統計，大家知唔知道全世界最快樂嘅男人？就是在南美洲的哥倫比亞的男人，是啊，他們講到明，他們能夠這麼快樂，因為有三個秘訣：第一是獨身，第二多性伴侶，第三夠瞓。好難做得到的，其實你啊，你三樣同時都是幾難的。OK， 男人最怕女人就是什麼？吃飽乜瞓。他自己最喜歡就是獨身多性伴侶瞓，所以很多女士你現在完全明白應該，為什麼這個男人近來好像不太開心啊？我不夠瞓咯。最慘的是你他近來好像很鬼開心啊，為什麼啊？夠瞓啦，真的不簡單的。各位，即是男人和女人怎樣能夠走得在一起呢？我認為是很 marvelous 的。而更加 marvelous 是當他們分手的時候，因為很多時候一到了分手，你就會發現對方不是要死給你看，就是想你死給他看。這個時候你就明白，所謂談情說愛很多時候和綁票勒索根本是沒有分別的，即是你能夠乖乖地留在這裡就沒事了。
你做乜要逼我啫？我都唔想啦。所以各位，我最欣赏嗰首情歌，就系嗰首叫做《童话》嘅情歌，因为爱情好多时候真系童话嚟嘅。你有冇人士系未听过《童话》呢首歌噶？有几位啊？咁啊悭翻唔使唱啦。真系咁多人都听过，听过嘅又拍拍手。你哋真系令我嘅逻辑，我以为自己我系好有逻辑脑筋嘅。听过嘅大约有48人，冇听过有12人，其他占咗2000多人系做咩呢？系得听过同唔听过嘅啫。我系介乎听与冇听过之间。Marvelous， OK， 好，我为大家献唱呢首各位《童话》。离开我就实折堕，实要付出兼找数，难道我肯祝福恨年你再上路？如若你敢冲出房门离开，你应该祷告，我会膊头再插你后脑。你冲凉，我放毒品，所以分手是会攞你命，你要小心啲啊！真系啊，所以你要听住嗱，以下呢一段就真系值门票价，会救你一命。专家教大家，你分手嘅说话你要点样啊？你要遵守三不嗱，值门票价救你命嘅，我系你恩人嚟，其实咁听。分手有三不，第一，不要突然死亡，攞你命嘅好危险。第二，不要无所不是 ，OK。第三，不要拿新欢作比较 ，OK。咁你分手讲咩？你讲咩？我想分手。哦，突然死亡。我覺得你是不是很適合我？哦，數我不是那我覺得他是適合我的，拿新歡作比較，死無葬身之地。所以很多時候在分手的時候，你最聽得多是哪句說話？就是這一句了，好鬼猛。我覺得我好像近來呢就不是很夠私人空間咁，好鬼嘛！我冇講分手啦。哦，你即刻需要私人空間，即係突然問嗱嗱，唔係，我係話我唔夠私人空間，但係又唔係話冇。哦，咁你即係話我阻住你嘅私人空間咧，即係數我嗱，唔係，冇錯，你係喺我個空間裏面，但係空間裏面係一定有嘢噶嘛。一个冇嘢嘅空间仲系咪空间呢？啊，呢个系一个物理学嘅问题啦，呢个唔系你嘅问题。咁抑或你系想佢出现喺你空间啊？啊，咁即系嗱，第三，你搞清楚，我讲紧嘅系私人空间，你而家攞埋第三者入嚟咧，嗰个就变咗系一个公共空间。咁呢个系城市规划嘅问题啦。好困难嘅各位，要分手都好困难。我觉得人生最大悲剧莫过于系咁，即系你好爱嘅，你得唔到；你唔爱嘅，你甩唔到。点解咁困难嘅？点解咁困难？因为男人同女人喺 DNA 上系有1% 嘅分别，你知唔知？所以女人系冇救得底毛嘅。讲笑呢个吓，真正嘅问题系，因为人同人猿喺 DNA 上又系得1% 嘅分别，咁即系话俾你听乜嘢啊？即系话男人同女人就等于人同人猿，其中有一只系未进化好嘅，
不過科學家未揾到係邊隻咁解嘅啫。OK， 點解女人要講咁多大話？其實根本女人可能係背脊都有毛噶，佢剃嗰陣時我哋睇唔到啫嘛，係咪先？唔係喎，男人好似係獸性好多喎。乜嘢叫獸性？即係佢話變就變，你估佢唔到。有乜嘢行為比以下呢一個係更加估佢唔到嘅 ？Mary， 我愛你，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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愛你。我愛你唔好假喎，聽日翻工啊！半秒到嘅咋，你估佢唔到啊！你要忽然間，佢話變啊變！你真係唔知邊只進化啲，尤其是而家咧，越嚟越多女人係會打鼻鼾，又越嚟越多男人會脫毛，我係驚。究竟邊只進化啲？嗱，認為各位認為女士係進化啲嘅，拍拍手。勇敢啲，系冇一个男人会拍手。呢个就正正合乎咗我哋呢个时代嘅指导思想，即系系乜嘢？就是阴谋论。阴谋论话俾我哋听乜嘢？各位，呢个世界一切嘅事物，不外乎系利益两个字。你有乜嘢利益，就决定你用乜嘢立场。你是什么立场就决定你会揀哪个答案。女人是不是进化一点？女人当然是拍手掌啦，是不是符合她的利益嘛。而事实上现在呢，全世界有很多人都有这样的共识的，就是如果全世界的领导人都是女人，这个世界是不会打仗的，因为女人是文明很多的，是进化一点的。你唯一需要小心就是他们开八国高峰会议的时候不要一起月经到而已。總統女士，你笑咩？我明明咁，我留意咗你好耐嘅。每一次我講人民幣三隻字，你就喺度笑。你真係以為我哋中國人民好幣啊？你以為你美國嗰啲真係美金啊？你美國啲唔係美金，係美元啊！你美國就嚟完啦！當然講笑嘅，大家啊，月經唔係一個問題。女士嚟講，唔好撞衫，我冇問題嘅。大家知啊，對女人嚟講，撞衫係嚴重過撞車嘅。哇！我又著嗰件，佢又著嗰件，係咁衝埋，我咪兜手對笠停佢咯。咁呢啲唔係你死我亡啊！真係。我唔知話你咁樣好貶低女人喎，你咁講嘢。咁我男人嚟啊嘛。你睇個男士幾？你支持我啊？啲女人，嗱就呢啲就係明白陰謀論啦，係咪符合我哋利益嘅我哋就做。所以你明白陰謀論嘅説話，你看破一切，你睇穿一切，你冇煩惱嘅你做人。當然有時候啲事情會比較崎嶇少少，譬如話啊，槍技應否合法化？有女人贊成嘅喎。點解啊？你識得陰謀論？好簡單，因為嗰個女人係槍技咯，係咪？咁但係有男人反對槍技合法化喎，點解啊？因為佢老婆想做槍技啦。死刑應否合法化？根本唔贊成嗰啲唔使講啦，大家都知嗰啲一定係作奸犯科身有屎啦。我認為唔贊成死刑嘅人應該判死刑。即是什么人是会这么冷血，这么不人道，会赞成死刑？赞成那些一定是做电椅的啦，那些人在发电厂那些啦，对他们来讲最好就乱过马路都判死刑。硬币发电厂是认为夏天不开冷气都应该判死刑啊，夏天都不开冷气他们都是想死啊，悭了几蚊就想死了。真同性戀結婚應否合法化？唔使講啦啩，贊成嗰班啊，嗰班啲背脊斷曬嗰班人。
咪先？唔係喎。嗰、那個贊成嗰個肯定佢唔係斷背，嗰、那個阿陳啊嘛，佢開婚紗鋪啊嘛，你唔好話同性戀結婚啦、啊，你同棵樹結婚佢都贊成噶啦。我話林生，你棵樹出咗呢件婚紗真係啊，你棵松樹冇得頂嘅真係，你睇啲樹根幾修長喎、啊。各位。你認識陰謀論，可以幫你一生人慳翻好多精力，好多嘢你唔會再拗撬嘅，你唔會再拗撬，因為拗撬都多餘。你唔同利益立場，冇得拗嘥嘅事。你唔同利益立場，你淨睇嗰樣嘢都睇到唔同嘅嘢嘅。我有老友阿強，好鹹濕，係真正鹹濕。佢聽到鹹濕已經興奮。OK， 佢睇到鹹字，佢攞埋個濕；佢睇到濕，佢攞埋個鹹。所以一日興奮好多次。因為佢成日聽到電台講，今日相對濕度係99%，相對鹹濕99%，即係100個鹹濕嘅男人，仲有99個鹹濕嘅女人。阿強，呢啲鹹豐年嘅笑話唔好再講，鹹濕年。我另外一個朋友阿娟是一個減肥狂，現在看不到書，因為她對個肥字太敏感了、個肥字是什麼？是一個月字邊和個巴字組成，她見到月字她看到肥，她看到個巴字她又看到肥、她看到脆弱兩個字她會看到肥弱，對吧？肥就是弱了。爸爸她是看到肥肥，爸爸很脆弱就是肥肥很肥弱。然後有一日，阿強同阿娟一起睇《國家地理雜誌》，大鑊！佢哋睇到五隻字，你自己諗諗點樣翻譯？巴西很潮濕，阿強哥。是肥西很鹹濕，是巴西很潮濕，是肥西很鹹濕。我同你賭1000元，叫阿健嚟做證。阿健是一個非常著重健康的人，他一看到五隻字，哦，西瓜很去濕。你根本個心裏面你要不同的東西，你自然就看到不同的東西。各位，這個世界有沒有東西是全人類個利益立場嘅一致，你睇到嗰樣嘢一定係嗰樣啊，係冇拗撬嘅。好彩呢個年代我哋係有嘅，我哋有環保呢樣嘢，係咪？全人類都贊成環保，在座有冇人係唔贊成環保？嗱，今日唔係好多人嚇，雖然爆咗，都唔係好多人啫。咁啊，我同大家講幾句心底嘅説話嚇，就唔好講翻出去啦，盡量嚇。我是不知道為什麼我要環保，即我計過了，我每晚臨瞓之前我就開了水喉，醒我才關回。我一世人用得多少水呢？我最多只有120歲命。喂，我用完水不夠，你濕水壺爆水渠爆一次，那些勁的真的勁爆的，很多水的，是吧？那當然啦，你這樣開水喉你當然沒事啦，我們下一代沒得開水喉的嘛。你下一代，我冇下一代，即系我冇得开水喉，系为咗下一代可以开水喉，即系我就冇交水费嘅，你下一代先得交水费。咁以后我搭巴士要唔要让位俾下一代啊？下一代，我成日忍住下一代吓、你饮茶睇戏嗰啲，成日有啲下一代喺度，我要我要我要，佢哋成日我要我要，要咩啫？就是、我要骚扰你。我嗰次搭飛機由頭到尾有個僆仔喺度，下一代喺度嗌，我要開槍，我要開槍，我真係想幫佢開槍。我學佢同嗰個空中小姐講兩句啫，我要你電話號碼，我要你電話號碼，塔起我咁滯，咩公平？呢個世界各位，你諗一諗，如果
我哋冇下一代，我哋系唔使环保啊，系咪？我哋冇下一代嘅人就系最环保啊，系咪？已经冇仔生噶啦，又唔俾我开水喉，政府又唔懂佢公道说话，我要开水啊！各位有冇嘢系冇拗撬啊？有冇啊？你谂唔谂到啊？冇，王子华靓仔，好多人想扭咁滞啦。啊，多谢你啦，但系由你嘅角度睇，啊，我系西瓜肯去执啦咁。多谢你，我希望大更多啲人睇到呢样嘢啦，系咪？系有嘅，各位系有嘅，冇爱，任何人、全世界、任何种族、阶层、年纪都会赞成。母爱是伟大的，是不是？是咯，小孩都识唱，是不是？书唱只有妈妈好，有妈的孩子像个宝。不是啊，你觉不觉得我成日唱到这个，我觉得这句歌词好鬼古怪。有妈妈的孩子就是宝，那没妈妈的孩子就是草啊！你明唔明白？母爱其实无非就是有妈妈的人想出来歧视啲冇妈妈的人。啊，你赞成系咪？呢个一定是孤儿啦。啱啱呢首歌好明显，亦都系啲细路仔有妈妈的细路仔唱俾啲冇妈妈的细路仔听，目的就是为了打击佢哋咧。是啊，我知道你读书又叻过我，你运动又叻过我，但是你无论几叻，你同佢都一样是孤儿。我不如唱首歌给你听啊。世上读书你最好，但是有妈的孩子才是宝。你是没有妈妈的孩子，你是一条毛。你是我有妈妈的孩子，你长大做麻人类，冇拗撬，有乜嘢系冇拗撬？乜嘢都有拗撬。回水，有冇人系唔同意？全场同意系咪？系最重要嗰人同唔同意？点会冇拗撬呢？但是今年各位发生了一件事，是令我想好久，想到我真的老爆最劲啊，老爆没得更劲啊，激老爆的，就是今年人类食物链的最顶层第二把交椅，全世界第二号最有钱的人物北非特先生捐了他八成身家出来。他八成身家值多少钱？380亿美金。我好欣赏你英文的发音。380亿美金呢，即是多少钱呢？各位，啊，即是多少钱？我计过，换翻做港纸就等于是什么呢？等于你中六合彩。OK， 你每日中，一个礼拜中七日。OK， 日日中，一年开365日，日日都是中，开金都好2000万。OK。日日中，一个礼拜七日，一个礼一年中52个礼拜，你要中40年，是一个大到你不想要的彩金，是不是？我已经连续中了12年了，我未放过假，我想找人入去针织特工，又要走出来拿钱。不要放假，我讲下笑啫，我一个礼拜放2日，我要中60年了。真的啲筆數係大到你黐線㗎，係咪？捐咁多錢出嚟，嗰條友有咩陰謀？老爆陰謀。當然我好努力㗎啦，係咪？老努力啊。OK。然後我諗到，通常啲有錢人都係為咗啲仔女嘅，啲仔女唔生性，啲衰仔
成日喺度刺激我。好啊，我又做样刺激嘢，你哋叹下。我写张清，捐咗啲钱佢先。一个零，三个零，六个零，七个零，八个零，九个零。阿爸，唔好再零啦，我知错啦，爸。系咪咧？佢啲仔女系咪咁？唔系喎，佢啲仔女又好赞成喎。Daddy， 千祈唔好捐少啊！一百亿系十亿个零啊！呢家人唔知咩人，呢家人有咩阴谋啊？老爸，会唔会？我谂到最后谂唔到，会唔会就系冇阴谋？呢个世界就有啲事系唔讲阴谋，唔讲自己嘅利益嘅，有时。就是有好人好事就咁简单。即是这个世界就是有好的有钱佬，好的冇钱佬，好的男人，好的女人，好的老板，好的员工。譬如今晚我们有好搵食的表演者。但是非常好的观众，多谢。Thank you。当然在这么充满鼓励的掌声之后，通常都有些人仍然是不满。这些朋友不要紧要的，真的真的不要紧要，你不要那么执着。为什么你会觉得不愉快？因为你抱着洗钱的心情进来。不，你抱着捐钱的心情。你今天进来就是做善事，你助养黄子华。严重意又有龙都笑看喎。这些就是好人有好报啦，以后你每一次你洗钱，你都抱着捐钱的心态，你一世快乐。真的到了最后，各位，我恭祝大家都可以好像巴菲特那样，洗极洗不晒，拿些出来派，得闲做下好事。各位好心有好报。 Thank you Thank you。 多谢。我們是沒有 encore 的，所以多謝多謝。 OK， 虛即是落落台路呢，虛即是不歡迎你啦，但是越落他就越虛，不明白。但我又真的沒什麼可以給你們了，已經多謝了。 Thank you， 拜拜。有很多女人，我所認識很多女人呢，這段可能比較即是不太純熟，因為我從來沒有講過的。我你可以問那些來了六次那些，真的從來沒有講過。我認為對很多女人來說，一生最大的改變很多時候出現是什麼呢？就是來自一個醒覺，就是男人是信不過的。是不是女士們？是不是有很大改變的人生，是男人是信過，因為男人是未進化，男人都是狗。OK， 而這個過程很多時候我們在社會學上叫做 Slightization， 就是師奶化了，當然。咁你見到啦，大家要搞清楚，所謂師奶化嚇，你好多時候見到一個師奶，佢會打仔、打老公、打小人、打牌，呢啲都係師奶化嘅後遺症。你要搞清楚，師奶化嘅重心就係男人信過，未進化，狗嚟。OK， 一個師奶佢會咁樣教個女，阿女，男人會為佢追求你，乜嘢都肯做，但係從來冇一個男人會為女人做一樣嘢，即警燈。你叫他試下在地鐵直一次，哇不要啩，那就沒有前途，我不想上頭條啊，萬一沒有在地鐵喪職警根，前途盡毀啊。為什麼？因為男人他可以為了你真的可以跟你結婚，
可以買樓俾你，可以俾曬一切嘢，你甚至為你死，呢啲佢都做得到，因為點解？呢啲一時衝動就做得到嘅。但係你積頸根係冇得一時衝動噶嘛，你冇得啦，積俾你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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係冇噶。積頸根一好漫長嘅行為，你不停係積幾針，然後諗一諗個愛人。甩一甩佢，又加多針，諗一諗，呢度擠得唔好，又插翻幾針，又擠翻幾針。莫講話你叫個男人擠俾你，你擠俾佢，佢都唔明。我覺得五尺四，擠條頸巾成十二尺噶喎。做乜叫得擠長頸老夫嫌長？木乃伊都夠用啊！男人唔明噶。因為佢唔明白你這條頸巾唔係俾佢一個人用啊嘛，係呢邊就攬實佢，呢邊就攬住你，然後兩個一齊殺出街，成條路你霸曬噶嘛。咁係咪咧？男人係咪真係狗？我個人有一個親身經歷。即係咁多場都未講過，我唔知道你會有咩反應咁。我親身經歷有一次嚇、我就同我朋友行街，咁入咗一間鋪頭，我朋友想揀啲嘢，咁我啊好似咁，我自己唔啱我嗰啲，我咪坐埋一邊咯嚇，咁啊坐喺度等佢啦。咁出去等嘅時候咧，有一男一女咧就入嚟噶啦，我諗嗰啲師奶同男人入嚟啦。個男人一見到我咧就好興奮啊！哇，黃生，哇，你點就咁坐喺度？你唔怕人認得你啊？唔知佢當我係強姦犯嚟嘅咩？我當時我哋呢行都係咁大，我哋最驚就係人哋唔認得我啫。我啱啱想咁樣講嘅時候咧，那個女人就講啦，我未講啊，那個女人就講：嘿，邊有人認得佢啫？我已經唔知道點反應，個男人嗱嗱聲兜啦，嘿，你講笑咩？阿黃生咁出名，咁多人認得佢，然後個女人即刻加多句啦，咁認得佢咁又點啊？哇！我往日同你無仇，今日同你無怨，你做乜咁坦白啊？咁跟住佢同個男人講一句嘢，我就明曬啦。跟住佢就同個男人講：，哎，你講咁多嘢做乜鬼嘢啊？快啲攞埋篤尿翻屋企啦！你覺唔覺得呢句嘢好熟口面？你養過狗嘅人你就明白。你通常帶狗落街，我哋就成日同啲狗咁問：問乜鬼嘢啊？攞埋篤尿翻屋企啦！佢係帶個男人落街屙尿啊！我唔知係咪淨係屙尿，因為佢另外隻手咧係揸住份報紙嘅。根本佢當佢嘅男人係狗，係男人都係狗，好明顯。咁我都係狗啊！嚇、啊，你棟篤笑眉，即係只多嘴狗咯、啊。出街人戴口罩，汪汪汪。又嚟啦嘛，嚟啦噃，嚟啦，嚟啦！